今天呢，这个妞子不在家，我就想给自己啊搞一个最辣的辣椒吃，爆辣椒啊，使用这个东北的辣妹子。爆辣椒是我们那里的人最爱。辣椒就可以了，好辣椒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天他不回来啊，我可开心了，可以随自己的胃做菜了。最简单的一餐，来一根葱吧，不然我连葱都不要了。一会儿就搞好了啊，直接下锅。焖一下。然后搞些这个水果泥再给它这样慢慢的做碎一点，这锅铲你看是硅胶的，没有那个铁锅铲好搞啊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锅小一点的，太大了给它把这个搞得太红了就不好吃了。速度也快一点，在家乡我们用那个粗辣椒，那就更好吃了啊，但这种辣椒也给力的。今天他不在家，我就过年了。这个葱我们也不用切了，剪一点，配一点就够了。加盐，来点醋鸡，有些人啊喜欢给它剁得很熟，我觉得一般般就可以了。好喽，老酒的美味可以出锅，哎，要把盆解了。我一个人在家一个菜就够了，过一把走瘾，闻着这个味儿在流口水了。一碗辣椒，一碗饭。今天我的中餐就是辣妹子了啊！有想吃的吗，朋友们？
这辣姐就辣了，刚才沾一点的嘴巴皮啊，嘴巴皮都辣了。今天啊，妞妞没回来啊，老九啊，真的过一把瘾了。非常的辣，朋友们有没有用过东北的辣妹子做过爆老酱啊？对于喜欢吃特别辣的朋友啊，那真的是给力啊！嘴巴出火了，这剩下的一点全搞了。早知道就直接带到饭上就可以了，还洗个盘呀。辣得太舒服了。吃一点辣椒都吃哭了，但是那是感觉特别的奔放啊！马上呢要去清清渴，都辣哭了老九。你不回来啊？我真的这个吃这个香菜就像过年一样，虽然特别的辣，哎呀，让自己啊叫满血复活嘛！今天早上两个在家，来来来，来来吃吧，给你给这么多狗粮，吃来，这好吃的呢，七夕，这你看七夕还有这么多鸡肝呀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别怕，哎呀，吃饱了咱下去玩吧，来来。
别掉出来。它还挺爱吃的，这个。